这里有一只小矮马，真的好矮啊，尾巴都垂到地上了。对面是一个直升机的，这叫什么呢？停机库，反正这个地方是也可以起飞降落的。这个直升机是执行救援任务的。在山上徒步呀，或者滑雪的时候碰到了意外，在瑞士，如果你的保险没有覆盖这一类的救援的话，那么那个费用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你叫一次这个救援就要1000瑞郎。这个公司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模式，每个人一年交大概几十瑞郎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免费使用它的救援服务。头顶有火车开过去了，刚才在河对面看到有两只天鹅在这里，然后等我过了河，天鹅跑到对面去了。